歉，遗憾今天到不到现场，非常遗憾，非常有自我态度跟大胆、年轻、勇往直前。宝马一系跟我的共同点，我自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对与错，包括艺术也是，音乐也是，很多不同的事是你看在你在哪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。比如说音乐的话，也没有说是谁好谁不好谁比我更厉害或比我更差，这东西是非常个人观点的。这个东西就是我行我素嘛，有我自己个人的风格就好。一系的最主要的，我自己觉得就是三点：好看、好开、好方便。好看，整个外形都非常好看，很酷。里面别以为它只是外面好看，里面也非常丰富，系统很方便。开的时候，你加速什么转弯的时候，都是，反正你买了一台来试开一下就知道了。BMW 一系是为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特意打造的。祝你们情人节快乐，也非常想开着 BMW 一系在你们去游玩。